难道我们只能到这里了吗？哼，没什么有退路了，去死吧！再见了，妈妈，小文，还有婷婷。洋葱，你没事吧？这里就交给我。可恶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就这道红色闪电！看我的超级大电！阿文，你这废物，你的狼狈样太蠢了，记得请我这大将喝饮料哦。哼，你别吵，就算你在游戏中多厉害，依然改变不了你在现实中是个废物的事实。请支持李浩、洋葱，咱 YouTube 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 YouTuber， 拜托拜托，50万，50万。